十字路了。哦，你说那个山西捡出那个、啊？那个大弟子都碰到好处。好，拜拜。拜拜拜拜。晚上有要过去那边烤肉吗？我等一下看看他的时间好了。好。好。那些大地主哈，他们持有股票。对对对对对。你还在？哇，因为我好像高一的时候，我那老师还蛮。老师讲的还是课本写的？老师有讲到啊。哦。现在上。遇到老师。还立黄立华老师嘿，他不识帅。他讲的还蛮，就是讲一些相关，但是课本没有写。课本没写。对呀、啊，所以辜振宏他们家就是这样子。辜振宏还有谁？王永庆。没啦，王永庆。王永庆他是因为那时候的台那个受话也是被。是被扶植的，被搭上是被支持的，然后很多的优惠，政府美国政府也帮忙他。一政府还有那个富邦的那个家族叫什么？蔡明忠。蔡家，我看一下。金美，那你看到这个跟你看过这个有没有哪些可以？没记得，老师应该看的这样，还没有记得，没有仔细看记录。那是票鸟计划的一些年轻人回乡种田。我倒是觉得有一个网站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有一个网站叫上下游，上下游。因为这两个东西，就是那个杨宇凡那个年轻的农夫，还有那个赖清松。这两个人，我就在那个网站上面到的。然后上下游那是一个，它算是一个独立媒体，然后它主要报道的方向都是跟食物、农业相关，所以我觉得可以从那里得到蛮多讯息。对对对，讯息。像之前的那个美国牛啊，瘦肉精子，其实他们做了很多。详细，可是又还我都看得懂报道，对，他们真的很厉害。上下游，他们也有去国外，就是看国外的经验，好像蛮常去日本的。生土不二的概念也有从那边讲出来。我看你也知道很多呢。哦，我就一直转贴。你在那边讲吗？啊，这种不用切了啊，因为。我先说一下这本书哈，我会接触它的原因。看一下。会接触它的原因哈，是因为这个礼拜之后，我新港遐毛是嘞，迄个也是一个读书会啦，嘿，然后我就先甲报名，啊，他甲借这本册来看。啊，我这本册吼，这本册是伫我国中一年级时候就接触到第一本书，因为我看到大家什么。班书嘛，班上的班啊，班书啊，就坐在那里看，啊，看有一本册。那时候我是那个时候就漫不经心的来看，就一堆图片嘛，嘿啊，都以前的人，嘿啊，都已经在等起了嘛。啊，不过说真的，新港哈、哦、有超几个人可以介绍，一个就是这位秀才林维潮先生，嘿，哎，咱恭喜哦，新港话剧跟党的啦，迄个时阵，啊，这位就是林怀民的算阿祖啊，他是。嘿，阿祖啊，嘿，你叫起来讲阿祖，啊，这就是他们里面的格局，领导的厝啊，哦，豪宅呢，嘿，豪宅啊，我迄天个，迄个新港文化解说员迄个时阵，我靠到有去，因迄个古厝内底，啊，不过、哦、他有经历过921的摧残呐、啊，嘿，风吹日晒呐，其实因迄内底吼，逐一条啊吼。旁边都有那个铁柱，我喜欢铁柱那筋诶，铁柱筋诶。啊，其实因为土地嘛，土地家己兄弟里面都一直吃分嘛，啊，所以产权不清诶啊。啊，我是感觉讲哦，最后哦，反正还是要等到那一间古厝全部都倒掉之后，才有办法处理。等下才有那办法处理啊。啊，不过他们里面像一些东西，像这个榫卯什么这个，这种建筑的。结构哈、到现在他们那边还是存在的，保持得很好，保持得很好。我很可惜的，讲一条啊吼，所以有劈开，就哎劈开，啊伊原本外口是有
隔夜石灰，啊，漆了粉红，哎，算粉红色，哎，那深红色的油漆，朱红色的油漆啦，嘿，啊，滴开，啊，都往开始往外剥落安尼，风吹日晒嘛，嘿啦，还蛮心酸的啦，算是几年了，这样算起来是几年？爆啊，当无啊啦。啊，这个没有列入那个什么普及啊？私人财产呐、啊，私人财产，不啊都，除非他们愿意放弃，然后变成。哎，你刚有想要整修的计划？因为像讲一件嘛，啊，像这家的我下，啊，这家家的我下。哦，是哦。我阿讲啦，遐家私人等好厝变倒变好啦。对啦。倒人上来分割土地。哎，再分割土地安尼啊？啊，像他们有一两个比较支持说。原本这样保留下来的也是有，不过就少数几个就在那边维持啊，那啊，像他这个上面扁的都是那林维草，你自己提啊，个人提啊，那嘿。天赐纯湖哦，嘿，这个我没记什么意思哦。反正他这张照片是在他六十大寿的时阵吼，你也是去看我是刚听吼。伊搭遐哦，你若从外外口看哩吼，它上面的屋檐上面吼有一排，从瓷砖上面写个寿，一个瓷砖嘿，啊贴一排啊那嘿，就他庆祝六十大寿的时候，外口一到厝外口，搁起一个饼啊起来，然后这个起饼啊，他们又开始讲嘿，六十大寿的时阵，真的是有钱人，很有钱人就是，啊这个林维潮先生家己的家庭。60大寿，60里真的是高寿。系啊，啊，佮人把那只红牌安尼，讲宴请三天的呢。哇，宴请三天，你讲人家在他们屋前的马路上吼，好嘛？有谁演的？连续吼三天的大戏，哦，摆了三天的寿宴，供前来的人吼，前来道贺的人吼来吃呢，来食用。做生意啊，做久嘞。啊、当然的，他死后也是非常受我们新港人的尊敬。像他死去时阵吼，就类似像蒋渭水安尼，大家人安尼出来咧为伊。啊，像有些人就感念他的一些帮忙啊，外口就会摆迄个桌啊、案桌吼，出来甲摆。哦，这就是送葬的仪队啦。嘿，仪队。哦啊，人足济，咱看下咱都人足济。啊，只有难得的照片。啊，其实我是觉得，我想看这本书一边的想法，想要嘉义市为什么弘扬水不要办一个双类，是讲吼集合这些老照片起来，或者说集合超过30年代到50、60年代这种照片起来，我再把它集结整册起来。有办过啊？也有办过。有办过老照片展啊？是啊、哦。那个是政府委托，市政府委托的，我县里有办过。而且现在相片起码唔知安怎可能收为政府所有嘛？是家用做迄嘉义写真吗？唔是这。因为顶届某人来问讲，安尼嘉义写真第三集啊，第一集、第二集你们拢有无？无，迄是国信，迄罗斯联系顶的。哦，是啊、哦。嗯，那个好像是文化局，国信特别拿一本来放这边的。哎、啊，因为我想讲这本书都几乎都是日治时代到那个明初那个八七水灾啦，嘿，搁较后边淡薄安尼，就只有这些老照片。我想说，其实台湾的台湾的30年代到60年代这个期间吼，也算是一段历史了嘛，应该也是会有照片可以来叙述。啊，你看有这些破败的场景吼，因为我家己嘛有经过第一当过，啊，那个时候就流传。一首诗啦，讲哦，三月二十吼，大地动，啊，总共地死数百啦，啊吼，大家烧酒要来散港，新港嘛，因为我原本是一个散港，嘿，散港站港，因为新港原本是一个港口，啊，不然当然就淤积嘛，它现在就没有港口，啊，我稍微讲一下地名的历史吼，因为日本人来之后吼。从过来到看到这新港，讲新港，哎、欸，这毛无港口啊，那叫新港不了，就把那水埠旁吼去掉，就变成新巷、新巷，啊，就利用了来新巷分安尼。
啊，即个迄时破败场景，啊，总共第四数百人，啊，姜尾大人讲唔通诶，就那时候的日治时期的那个日本人吼，因遐派出所的所长就讲，公委大人就讲哦，大家吼唔通哦，散干安尼吼，诶，还是要再重就地重建安尼嘿。嗯。啊，其实我们新港，你也即马看吼。它的街面啊，区都还蛮算还蛮整齐，因为自从阮迄个北港溪吼，古早时代迄时北港溪较多，从冲最终泛滥，哎泛滥泛滥，泛滥阿尾啊，当然就迁村嘛，嗯，迁村啊，当然就有划过，就地都有划过嘛，啊就比较整齐，重划，无违规，哎，就比较整齐。啊，我看这张，因遐迄时阵起的迄个奉天宫，其实哦，跟现在的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嘿。阮即卖奉天宫边吼，两边还有那个钟鼓楼嘞，一个叫怀奋楼，一个叫这个叫什么？嘿，只有两个钟鼓楼。啊，其实里面的建筑，其实里面还有那个吊灯哎。嘿，啊，即卖看就无啊，嘿啊，这个里面还有那个吊灯，详细看。就有那个雕，不过像有些建筑，像像这嘎嘎雕哦，其实这像那一个角的一个地方哦，其实里面就画木匠哦刻的一个故事，嗯，或者就一个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啊，啊，所以吼，我那哥哥吼，那个文化导演解说员，我那哥哥就讲吼，其实吼，里面都有很多东西故事都可以讲啊，就因为时间的限制吼，啊，嘿，或者就是什么。像屋梁上面某个角度看不到其实里面还有丰富的一个故事在里面。一个雕刻，一个画，就是一个故事。嗯，你觉得是民间信仰的故事吗？有啊，也有像像我讲的这家，嘿，而且我这家一个，我介绍一个讲哦，上面有里面有一个牌坊啊，农民吼，就雕了一个担子吼，底下经过，那牌坊经过，那牌坊叫做。你讲，迄不是啊，迄是研讨会，迄是北港的。嗯。嘿，啊，因在新港的。伊顶间起迄营队啊。嗯。啊，伊上封面。封面要去做。哦，你伫遮啦，你伫遮啦。哦。快点无，快点无。慢看。小帅哥啊。是。啊，我特别的。哦，这是人靠到登去吼，啊，所棺材嘛，啊，所要土葬。啊，我向两个一个字吼，这字，哦，老师你看嘛，你刚才上叫什么？这个，嘿，什么公无？我向传个看无？这两字嘿。哦，那字啊，不知道。建功无功，啊不然我吼，不然查了一个字典吼，伊叫习习呀，习习习习啊，伊意思是讲男巫师的意思，不要想想男巫师想想，啊，就西宫嘛，西宫哦，西宫哦，阳阳的西宫啊，哦，迄叫迄念西宫哦，嘿西宫，啊所以我，哦，不，我还想头想起来，刚刚下起来。就一支笔，好，我纸条一下，我立马编的，因为我本来做一个笔，一个纸条一样，跟大家分享的。啊，我特别拿这个出来哈，这张照片出来，我就想着讲，我坐公车有一届吼，他都嘛是经过人个庄啊来。别笑吗？
啊，靠迄时阵靠艳阳高头到中岛迄时阵，超一点一点到两点多。啊，吼嘛是有人差不多嘛是安尼了解的。我靠拄着，靠毛不先刷着惊惊的，心都多跳。啊，也是这样的场景的观察，登出来呢，啊上面有铺了一点东西，我也不想瞄到安尼。现在还有人这样子啊？有啊，因为比较老一辈的嘛，哎，比较老一辈的。通常是拢拢直接点。火葬啊，无就是嘿，比较老一辈的，伊就讲要求要土葬嘛，就会对安尼。对，我虽然拢唔看。啊，其实都无啥，无啥物，我叫刷着。惊着吧？惊着，惊着诶。这出山加啥物？王粉哦。嗯，这人出山结晶。啊，我听阮国文老师讲吼，讲这个吼。这吼、哦、叫人旁道就旁这个嘛，嗯，人讲旁道，嘿，长子大孙大囝讲啊旁道旁这个嘛，旁道，嘿啊，所以真来人讲，我死不让他们旁道，就是讲有道有长子，嘿，长男长子，无个大孙大囝呢。嗯，其实里面有很多字词，我有时阵想看到吼，哟，这叫什么物件？其实用台语思考吼，你就可以讲得过去啊。嗯。像里面就有很多日治时期的照片啊，翠姐。啊，这是人古厝，人以前人起大厝，嘿，迄时人起大厝的人嘛是真无简单啦。嗯，就洗脚的呀。哦，洗脚的呀。嗯，洗脚啊，哥哥。就铁丝穿的呀。嘿啊，铁丝穿的，对啦，嘛真无简单。讲起我唔知咱台湾吼日治时期有办过那个台湾展览会哦，台湾博应该博览会哦，台湾博览会啊，台湾日治时期啊，日治时期，然后为了庆祝日本的统治台湾50周年哈，然后就好像在台北在哪里有办过一场博览会，啊，是国际的吗？50周年，哦，是当岛内五十年，在。我们岛内，他好像对外宣传了，对外宣传了呢，吓。啊，我会记，我听讲迄，我看迄纪录片，一场纪录片吼。南宫的陈怡吼，为什么会了解台湾？就是因为他一方面在福建那边吼，啊，也有来看过这个台湾博览会啊，就稍微提到一点点嘞。啊，我今天不太了解。啊，伊阵毋是交战吗？啊，像。日本人他为了要宣扬说哦，我在台湾治理这么多年来有那成效嘛，我就邀请中华民国啦、美国啦上我来搞参观啦，哦、炫耀自己有玩呢你讲几年半呢？1935，所以是1895年50年嘛，1935。哎，你的50年都1945啊？哎，40年啊。哦，40年，对啊。台湾博览会。哦，40年哦，40年过2年就开始打了。嗯，过关。他那个不是世界博览会啊，也是一个针对，他就是要宣传他的政绩呀、啊。嗯。对台湾统治50年之后有什么样的建设？40年，50年的回归啊。啊，那时候日本推行教育，我看来的吼。移动来电吼，图片旁边有那个介绍的讲吼，其实哦，日本人吼强国就是必须要强种，所以特别的注重了教育，像体育这部分啊。哎，解放军。啊，说拿的，说拿木片从练剑道，女生练那个剑道。哦哦哦哦。拿像我跟北山啦吼。嗯。啊。啊，像他们读书的时候。这个吼，就是这个方面这个啦，啊，就因为那家业关系，这个女生都非常无看，我就给她上太久，奇怪，那家业为什么那么，嘿啦，他们三个情况，啊，当我现一下片的，内底吼有一个老师吼，伊指着黑板上面写了共存共荣吼，迄、那个表示讲吼，迄时阵靠进入了中日战争啊嘛，所以要贴心理谈话。嘿，黄明化运动啊，阿松在迄个大东亚共荣圈啊嘛，我吹起，啊，你这样，大东亚共荣圈，
贡，纯贡的。哦，你这边啊，这样啊。嗯。哦，这家也家嘿。啊，我历史课本好像唔知虾米啊，皇天福运还是？我历史课本是另外一个，啊，不过都显示同样的场景。没想到竟然在我们新港竟然也有这，嘿啊。啊，像我看里面这本书里来这个光，其实他为了要凸显大东亚共荣圈嘛，就拿地图哦，世界地图跟那个那亚洲的地图啊呢，一样开始，搞恁洗脑啊呢，野心太大了，越来越这样，野心太大。啊，他们那时候为了环评化运动要推叫人请和服啦，那阿伊拜来电的讲哦。其实哦，因为和服那么多件衣服嘛，那么昂贵，所以在乡下其实都推动不起来。嗯，这也不适合台湾的气候。对啊，嗯，因为咱台湾真热着，伊穿啊遐高着是袂。哈哈哈哈哈。女生是，女生应该算还好，啊男生，嗯，啊，啊，进入民国之后。大家欢天喜地，今天有点亏损的那样，就欢天喜地的样子，每个人有人扮小丑啦，啊，有人也爱欢锣打鼓啊，那像嘉年华会啊，哎呀，类似嘉年华会啊，那，啊不啊，我是感觉印象深刻，看来就是讲哦，巴西水灾啦，那时候我爸不知道，我老爸老母不知道出事啊，1959年，你哪岁的？鬼片拢阴啊，48年。你哪岁啊？我爸好像1960年代。民国48年。巴西水灾，听讲那时候最严重的，嘿啊。对。嗯，啊，就淹水，嘿啊，淹水来来安尼。啊吼，里面的故事伊是安尼讲啊，讲口述历史，人讲吼，迄时阵讲吼，因为食着水嘛，食着水淹死之后吼，规块巴肚拢全水，讲无你啊棺材板吼，讲底袂落吼，还个巴肚一个，还个鱼鱼的吼，开当消的皮，开当整个落。凹出来。搞最基础，恐怖。嗯，是不是？不是脱水？因为食水啊，食水规个巴肚拢全水。溺死。啊，然后死亡之后肚子就会膨胀，因为里面有。以前嘛是用棺材嘛，不是用汤啊。用规块遐四块板吧。哦，四块板。嘿，四块板，啊，非常严重。其实我也感，那可以媲美那个诺拉克干部。那时候好像是最严重的。嗯。啊，很多这种。主要灾情是在哪里？你是不是想要灾情？灾情比阮庄啊来说比较。这是八，你不是最西。八七水灾。对，西溪当工。西部，迄时阵对西部，对西部起来就类似到迄个天平台，天平台风。那对的台风也是很类似讲哦，嘛是跟之前八天平台风哦。海水倒灌，是倒靠迄个吗？台湾在这边，阿松有加起来安尼，就加起来安尼，啊，不然就造成西部淹水啊，啊，灾情更加严重。你也讲，如果台风从那东部过来吼，有中央山脉阻隔嘛，嗯。啊，不过台东部那边也是很惨。大家嘛做西藏。塞洛马啦，塞洛马以前嘛是为塞波起来。是啊。塞洛马一早我哩过去。那是很严重，但是没有做水灾的人是都断水断电的。哎，这个比较有趣哦。我记我国中国小时嘛，看靠马人办过展览，啊嘛老照片的展览，啊人个老一辈就讲，因为男生都就必须要剃光头嘛。啊，我听我妈伊口述历史讲哦，伊当初细汉时阵嘛是同款嘛是头毛吼，讲啊迄。嘿，用什么 DDP 哦？它也是那种 DDP 啦，哎，哦，淘沙包安尼。啊 ，DDT 更搞定嘛。用 DDT 嘛，我们家的爱淘沙包。嘿，爱淘沙包，啊，讲包的吼，遐规个头用遐面巾，遐面巾包的吼，啊，规个人爱困，困脸脏兮安尼，讲面恰恰安尼。现在公共卫生不太好，你知道伊那洗沙包啦，肚子长蛔虫啦。长蛔虫。哦。都是常有的事啊！我刚刚虽然其实嘛是得要撤回床。我是看，稍微慢慢看。我今天身为新港人吼，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新港人的历史哦，
还蛮有点羞愧的一件事。哎呦，你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啊，现在我说比较现代一点的新港哈，其实阮一个哥哥哈，阮个讲解。讲解那位哥哥一讲哦，其实新港哦是一个正在转动、正在变的一个，一直在变动一个乡村呐、啊。嗯。从以前到现在都也是一样。啊，其中有一篇我一定爱讲的。嗯。阮新港的古民国小宋江镇。嗯。我当初嘛是为新港，因为古民国小毕业。嗯。啊，宋江镇吼，对我来讲，我当初是无参加啦。啊，不过吼，他们都伫遐伫操，伫操，伫遐伫练。我想讲，伊讲伊到底伫遐练啥，就伫遐走来走去，哈哈嘻嘻安尼逛伫弄安尼。啊，这里有一张，他们小朋友非常勤奋的在那边挥舞那个陶笛。陶笛。嘿，就冲前阵那个旗子安尼嘿。哦。带领的那个旗子。哦，陶笛。好。啊，我看来对伊是讲吼，宋江镇它其实是一种套好招的那种武术啦。哦啊，其实吼这本书它是在创办于从八十几年了嘛，啊到现在还蛮久的。啊，所以我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就好像在看真的看以前的历史啊那样。嗯嗯嗯嗯。啊，其实后面其实我也想补充你讲哦，因为由于少子化的关系吼。再加上一些学校政策，学校政策面来讲嘛，有时候推广要吸引那些孩子来学校哦，当然就要花招百出嘛，是讲我好好哦，孩子进来就可以拉小提琴啦、啊，什么啊，活跃啦、啊，是吧？啊，唯独哦，国民国小还在这个宋江镇了呢吼，嘿，啊，我听阮庄仔内人咧讲啊，讲哦，去国民国好有什么路用？那无意味吼，嘛是叫人囡仔去跳遐尔，你知道不？所以跳那种宋江镇还出来嘛，无啥物出息啦，较是安那嘿。看无点就对。看较无点啦，啊，其实说这就现在教育政策，甚至安尼看得多啦。其实至少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安尼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大林国小跟国中吼，其实他们有办了直笛社，啊，推广也算不错啊。我去听过伊那些。音乐会办这么不错，而且还拿全县第一名，哎、哦，团体赛第一名，他都踢出国会。啊，其实他们国小有那个直笛社，啊，国中新大林国中，哎、欸，都也有直笛社，从承接过来的独孤后嘛。嗯嗯嗯。啊，像我们新港国中也是一样，像文昌国小他们就那个国乐社比较为主。啊，你来高温新港国中吼，你就当起来你国乐社的国乐班。啊，新港国中都无宋江镇啊？无啊，你在那里跳嘿？古民国小继续奋斗。啊，生少子化，生这边也有一篇啊，讲哦少子化关系，耶，空间校舍闲置变成道场，哎，你这把坑你啦，坑新民雄啦，坑佛像啦，哎，变道场哎呀，我恐怕是上创办的。啊，陈景煌医师啦，嘿啦，阮个小镇医师陈景煌医师，伊吼嘛是国民国小毕业出来，嗯、啊，当然嘛是想讲吼，因为要让我们的孩子吼能够，虽然体无啥话也要看啦，啊，至少要有强健的体魄，所以才会吼选择阮国民国小吼来办这个宋江镇。啊，当然草创的时候当然是非常辛苦，像伊来滴讲吼自己要动手做武器安那，啊，不过我。从我国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其实武器都还蛮算新的，像有那个木柄啊，然后那铁握把是木头制，啊，上面也是那个铁劈压着，其实都还蛮新。你这个年代应该是就进步很多了，已经跨过那个草创期。哎呀，草创期算是那个瓶颈那个时候。感谢政府都会补助的。嗯。啊，里面就讲说这些孩子都非常拼命在练了呢。我们学校够坚持呢，没有被家长的那个压力。那公斤哈，如果家长哦，不把孩子送进去外面国民国小的店哦，我恐怕迟早一天也是要走入历史啦。嗯啊，啊，说话最后一句公哦，这些孩子哦，他一公他自己受伤，脚受伤还那拼命的那拿那个头旗啊那哈，最后还是努力的站起来哈、哦，
虎虎生风的把它动摇动起来呢。我是讲看到一句的时候，觉得好像说好像已经过去式啊，嘿啊，你那时候看到就无安尼啊。我那时候看到人就愈来愈少啊。哦。编诶编制当中就愈来愈少，人就愈来愈少，看起来很没有元气那种感觉安尼。甚至吼，像咧大家妈来的时阵吼，为阮的轮啊桥顶落来迄个时阵吼，会经过阮中庄，啊，所以国民国小因就带一顶吼，就去遐个人安尼。嗯。啊吼，有人就讲吼，迄小孩子吼，要惊迄种物件吼，尤其吼。就我学生嘛，从二三年，从三年级就开始，叫人礼拜嘛。啊，三年级一个小小那么小的孩子，就拿迄这武器啥的跳，无人安尼，就爱嗨嘞嗨嘞嗨嘞嗨，你，哎，无啦，哎，无啦，就跳讲啊，你想看卖啊？哦，嗯，这就是没有那个架势啊。也无会哭死。啊，因为你年纪太轻的关系。啊，更何况一般如果六年级后啊，超三十几个人啊。你最多顶多能够招到八个孩子或十个孩子，哇，来告诫宋江镇来对嘛，啊，他就被 Q 来 Q 了 Q Q Q 到三年级，安尼，所以也没得选啦，你也没得选，选那种身强体魄的，没得选，嗯，啊，过来家长支持，我看到来对，有一句话我嘛还蛮感动的，讲哦。有自己的家乡、啊、原来有故乡的人可以如此的骄傲，就不会。你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说办那个国际艺术节嘛，说或者就是说推广那电子花车哈，说不是那些跳钢管舞那种粗俗的那种表演呢哈。啊，我是讲讲我香港文教基金会创始呵，因为哈我要推广哈。所以我们家老人吼，卖伫遐讲看种啥物跳光钢管舞啦，还是啥物啥物啥啦吼，然后那么的这样子这种风气哦，而且那个时候又听那阵大家乐，他是用爱国彩券那种安尼，大家比较报明白讲，哎、欸，我今日来今日啥物节啊，啥时候报啥明白，看卖说何必讲报无，大家拢讲这尔哦，吓、啊，啊，现在我们家基金会他们就吼、哦、想办法再推广一些像卡拉 OK 大赛。我每个乡村大对抗啊，那我水家有一个照片，哦，乡村，哦，来，村跟村呐、啊、哈，村跟村呀对抗，我这像这阿伯哦，你哦，我哦，从只一凭个印象不会看字嘛，哦，的，家己想啊都欢喜安尼哦，嗯，就推广这样推广这种文艺活动安尼，嗯，来生义工哦，背着屎袋在唱歌那个，嗯。所以还成立新港歌唱联谊会啊，无讲即到即摆敢是无啊啦，系啊，因为阮，系啊，哦，你讲一下，因为电子一借标题下讲电子有电子琴花车，不是只能哦跳那个脱衣舞而已哦，你讲八零年代哦，大家哦在那边封那个热毒那种，你看人家肖中爱国彩券那种东西哦，席卷全台，啊哦，全有硬功有无？印功庙啊，吼，那个石头公、树王公哦，这些都成为在膜拜上被求一明白啊。啊，当然乡村会有这种东西，嘿啊，就在那边拜拜也不太好。啊，新港文教基金会跟林怀民先生嘛，嘿，个双结合，嘿，要来推广，改变民风，嘿，改变民风，才会有现在这么的这么好的这样一个新港啊，像啊不。做大金景嘛，无什么国际艺术节啦，哎嘛，无什么一些活动，无嘛刚刚刚发现啊，发现吼，每年的年底吼，十二月份的开始有人将人咧来进香，来新港红天宫进香，到三月二三迄时妈祖生迄时，特大人我三月小妈祖嘛，大家嘛来安尼，啊笑鬼子啊吼，迄个一片宁静，一片宁静安尼，哦，一片宁静。宗教活动啊，啊，都台南老人都阴森森嘛，啊，都。你看即摆国际艺什么？国际艺术节。艺术节，他们是每年办还是几年办一次？像我听人讲是每两年办一次，啊，因为经费有限哈，像请您四处去跟人家募款呐、啊，是去跟中央地方讨那补助哦，
其实还蛮艰困的啦。无像讲吼，像那个嘉义师范那什么管乐局啊，好几千万安尼搬过来安尼吼，像才几百万，他想要那个安尼搬吼，邀请四个国家来我们新港这边采接啦，那种演表演安尼，嘿啊，是不容易啦。两三年办一次安尼，而且我去年我就去参加演义工，哎，他听到这个消息。阿姨蛮公哦，其实这条路是还蛮难走，不好走一条路啊。要从一个民风那么的败坏的一个乡村哦，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什么国际能够文化小城，嘿，文化小城，卖公哦，强公哦，是要文化的沙漠了噶。嘿，我记得新港国中伊要起起来，我唔是新港艺高嘛，艺术高中伊要起起来时阵吼，迄个陈水扁伊就来吼，阿就讲。你在上讲啊，后来我听这名字叫文化的沙漠，新港啊，像咱云嘉南这个地方哦，被人家说文化的沙漠呢，嘿啊。啊，不过很想说哦，现在恐怕关新港恐怕会变成一个文化的绿洲啊，了解吗？嘿，因为推广了这么多年，其实成效其实嘿啊，其实比书上写的更丰富、更精彩。哦，一会儿好好的念书，当然将来当老师会你想想。我喜欢当老师，我分享一个例子，我听我国小学嘛有两个实习老师啊，啊来吼，啊当实习一阵子的照嘛，啊经过很多年之后，我看到人家新闻报章杂志讲，其实教师老现在流浪老师还蛮多的，对啊，像我国小六年级毕业时阵吼，那个老我因为我们那位女老师吼是人家聘来的，对啊，短暂一个导师而已啊，那天啊，啊其实做老师这个职业还蛮辛苦的，哎呀，要我听讲爱迪克，教师节快乐，要呀，人讲爱贵公关张表奖啊，那天啊，要考那个老师那个牌子哎，啊又要进，能够办法进那个学校里面去，变成一个正式的老师，也是不容易。不要给我。波兄子，就是以前就是国姓有常常拿这本书里面一句话、啊，但是那句话我刚找不到，他大意就是说，因为国姓就是常拿那句话、啊、放在他的 PowerPoint 啊，他那边哦，只要对准我、啊，对，很难的，就是那句话就是说，大意是这样啊，就是像说。国姓他们出去外面社会运动抗议的时候，比如说好了，我们今天到台东反美丽湾，啊，美丽湾当地的居民都会说，啊，你也不喜欢这样的人，啊，你这样的人来这抗议，抗议啥？但是他那句话就说，现代年轻人，你今天不要用一个地域的观念限制说你关心的那个范围这样，因为这个。国家可能你一个国家，或者甚至你更大于整个地球，都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吧？就是不要用那种单纯的地域观念限制说我们该管的就是要管，该关心的就是要关心这样。他说就是打破那个地域的限制，他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因为他就是他常就是有人就是常有人问说啊你婚姻人你哪来家里开车吧啊来家里做这些代志，啊他就反正他 PowerPoint 的就是那一句话，好你继续讲我吹者，哈哈哈哈哈，差不多差不多哎呀，叫一批人靠人家帮我帮我收入账之后吼收。许多孩子啊，像那些搭班搭班吼，拢会徛在那个帽仔布顶面吼，就会拍一个合照。他讲今天吼，我听完那个文化导览营那个哥哥也讲吼，其实吼他们在收集这些老照片的时候，大部分吼都会找到这种照片。啊，我想袂记，唔知是有什么原因的吓。这应该也是有钱人家哦，你看他们的穿着。哎、欸，有钱人啊，哎、嗯。对呀，看他们的穿着。办丧事还那么还可以那么，张妈，你给他们分享吗？今天没有，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我喜欢分享里面的一张，你懂吗？这本书现在差不多。
现在读60年代嘛，从农业，台湾农业或者是。他就是从杨儒门那个百米炸弹客的事件，然后回溯从台湾50年代的农业为什么从一个世界第一的农，就是蔗糖产量最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国家，等于说农业第一等的国家，变做到2004还2005，休耕面积比耕种面积还多。28:23嘛，28万公顷，然后23万公顷，荒芜的地比耕作的田还多。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他就是从里面探讨整个结构性问题，有讲到50年代，就是包括，其实228也是这样引起的，就是国民政府刚来，然后就表面上说哦，我们要回归祖国的怀抱嘛，我们那些日本的什么不好的制度我们都去除，但是只是换个名字啊，前照收。而且更惨，就是以前日本人是收那个地租是收钱，但是他现在把你的米全部拿走，你没得吃，你知道吗？以前可能你没钱没关系，我们种的东西还可以自己吃嘛，但是他今天把四大物资嘛，米、糖、盐、煤，全部送到中国，然后卖成黄金放口袋。我听，我记得好像读历史课本怎么样，人讲哦，那个时候就是安尼吼，所以米价才会上扬。嗯。啊，像那个稻米啊吼，在台湾耕种嘛，进行叫国民政府来杀鸡，两下战争用嘛。嗯。然后八年像。国公内战，人家一直爬呢，所以那时候米价才会上扬啊，台湾那边比较乱。对啊，那时候就是物资缺乏，又通货膨胀，然后刚好就是你知道，因为主要也是大那个中国那边过来，他们话听不懂台湾话，啊，台湾人也听不懂他们话。文化的。对，啊，他们其实我觉得啦，他们可能也是怕我们。就是他们要摆出一个官架子，你知道吗？就是要管，所以那时候就是228嘛，就是那时候在就是什么都禁啊，禁止你卖私烟啊，还是就是烟酒什么都要公卖啊。啊，那时候就是看到一个妇人在卖私烟，然后就把他围起来，要把叫他把那些就是他赚的钱交出来。那边苦无哀求，不要，然后就开始打那个妇人，啊，一气之下，旁边看不下去了嘛，就要去打那一些宪兵啊，是宪兵吧，应该是啊，因为穿着我听说好像穿着便服的那种警，反正就是查气那些，私烟的，啊，反正结果就开枪了嘛，开枪一个民众，大家就很生气，然后冲去警察局叫人把杀人凶手交出来，结果屋顶上的宪兵就扫射，228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刚刚讲到那个征收稻米，然后让农民没饭吃，没米可以煮饭来吃，但这里就有一篇蛮好啊，当作我可以给你们哈，那个是节录自奈何1931年的一个农民谣哈，啊，这里他的。此歌谣词这么写的，那不完官厅租税，又被他收税官来催促，害怕得真相犯着罪，农会斗婆郡务水银，整参详，你看你第一点嘛，按照陈雄意思嘛，也不允许插压。哎呀，这是用的意思哟。差阿官啦，差阿官吼，牵起牛，牵起猪，鸡啊、鸭、鹅啊，就坐拢掠去安尼啦。意思就是说他农民的税租吼，缴都缴不完，然后没得缴哈，那个收税官又来催促，然后他们也害怕，以为自己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然后农会。什么东西都来收吼，啊，那个陈雄吼都英俊吼，啊，所以这个
找阿官吼来吼，来来甲伊的牛啦、猪啦、鸡啊、鸭、鹅啊，拢也也去吼。伊他们有稻米可以缴税，对，用这去抵税，还有农民的产地。就是劳政新生啊，应该是这一段话哦。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能说哦，云林的事情我们就不管，彰化的事情就不管，就在我们嘉义隔壁而已啊，对啊。而且，就是这个理想不只是说，我们要生活，我们要进步啊，更重要的是要保存住原本的我们原来的面貌。你不能说整个就跟着全球化走，整个就进步。但是真的是进步吗？进步也带来污染，反而我们以前的生活说不定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对。我好像看到今天报纸要讲到魏德胜，又讲说台湾的定名要在国际出名，就是要台湾话。对啊。一定要有台湾的，要属于台湾的特色的定名才能在国际。哎。因为人家要看的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是你们自己独特有的。来，最后你解释啊。哦，对。来，最后补充嘞。